我哋翻嚟第二節啦，咁我哋即係因為中國人咧，我哋即係要自豪噶嘛。咁而家凡係中國有啲乜嘢嘅新科技發展咧，我哋必定咧喺科學新知大力去即係宣揚嘅。咁我哋今一節有咩勁料啊？中國發明嘅勁料可以同大家分享啊！你次次都要講要自豪，嗱咁講啦，實事求是，OK？即係真係如果有嘢領先世界，係真係科學新知咧，咁就一定講，即係唔好計咩國家嚇。咁而家咧台長嗰度 show 咗個新聞咧，就係中文媒體亦都有廣泛報導噶啦，聲稱嚇其實好多時即係中文媒體好中意就加啲咁嘅嘢咯，就話聲稱中國發明咗乜乜乜乜咁樣。咁你係唔係發明咧？你有個好嚴謹嘅定義嘅，呢樣嘢嗰個概念原本係唔係完完全全由你起嘅咧？咁呢個你要查清楚先。咁但係咧，我會咁樣講啦，喺呢個禮拜嗰公布嚟講咧，的而且確就係話咧，中國公布咗咧，佢整咗一個即係硬體嘅儲存，一個唔係光碟啊，係一隻透明嘅，即係一隻白，頂多係磨砂白色透明嘅一隻碟。佢呢只碟嗰個儲存能力係勁到你想象唔到咁多嚇，即係以嗱大家手到拿來，以前我哋睇即係我呢啲有翻咁上下年紀嘅 VCD、LD，阿台長你應該知道我噏緊乜啦，係咪我梗係知咁你噏乜啦，即係我哋要逐個講。啊？最早就係磁帶嘛，係啦，錄影影帶係咪？帶嘛，跟住出咗碟嘛，碟都未仲要分喎，有 VCD 先去 VCD 係先啦。去，跟住有 DVD 啊嘛，係啦跟住有呢個，DVD 藍光 藍光 Blu-ray 係咪？Blu-ray 其實咧，每一樣嘢咧都係牽涉到佢啲嘢就更大更精準啦。咁如果你話講嗰啲原理，咁一陣都會提少少嘅，就係你點樣能夠將呢啲咁樣嘅資訊用光嘅形式可以讀同可以寫喺一個咁有效嘅範圍裏邊，寫得越密，寫得越精細咧，你就自然擺得越多。咁講緊嘅容量就係，譬如Blu-ray 嚟講，而家係講緊廿零 G 啊嘛，廿零個 G 啊嘛。咁以前一隻 VCD 咁就係600 MB 啦，即係1 G 唔夠啦，零點幾 G 啦，即係由零點幾 G 推進到去25 G 咧，其實都幾叻噶咯喎。咁即係話由 VCD、DVD 到後來藍光嘅推進咧，你就見到有一個幾十倍嘅一個嘅進步喺度。咁而家咧就話有一種呢只攞住只透明嘅碟啊，咁佢就話入邊裝到叫1.6 PB，咩意思咧？1000 MB 就係一個 G 啊嘛，1 GB，1000 GB 就係一個 terabyte，OK？跟住再1000 TB 咧，就變咗而家一個 PB。即係話咧，1 PB 咧就等於你自己乘翻上去啦，就即係等於1000 TB，亦都等於100萬個 GB 咁所以呢個數字就非常之大。你如果講嗰啲咁嘅 Blu-ray 入邊裝一套戲咁十零廿 G，咁而家呢一度可以裝多1萬套、10萬套，絕對冇問題咯，就喺晒呢只碟嗰度，就非常誇張嘅一樣嘢嚟㗎啦。咁呢度就當然啦，我唔係淨係講中國，即係究竟點點啦，而係將成個嗰個發明嗰個發展嘅故事要講出嚟。咁我喺呢度，我想準確啲講翻啦，大家睇中文媒體嘅時候，好多時要小心啲。如果你話係中國發明嗰呢樣嘢咧，我就覺得有少少誇大嘅。但係如果精準啲，你就話啦，中國咧佢就成功研究去將呢、這個呢種咁嘅叫做三維嘅光學儲存咧。就推進咗個更加高嘅高度，就處於喺個世界領先嘅位置，同埋佢就達到咗一個咧，先冇其他國家用同樣嘅技術啦，冇暫時冇其他國家能夠去做到佢咁大嘅容量咁呢個就我覺得一個比較準確啲嘅講法。咁如果講翻呢一種即係咁嘅容量咧，即係我要一定要講下，即係其實佢入邊一定係有啲好獨特嘅技術，係同以往我哋用嗰啲光碟係唔同嘅。你用嗰啲咩 Blu-ray 同以前嗰啲 DVD 叻咗喺边咧？就系因为佢用咗蓝色嘅光，蓝色嘅光波长短啲，于是乎佢对于上边刻咗喺嗰个光碟上边嗰啲咁嘅光暗信号嘅敏感度高啲，细粒啲我都可以能够去即系刻到同埋读到，咁所以咧嗰个资讯嘅密度高咗，咁所以就系有咗蓝光技术就令到我啲嘢咪系可以装多啲咯，咁呢个就唔难明嘅。
咁 DVD 又點樣多過以前 VCD 咧？咁呢樣亦都係有幾個層面啦，亦都係佢用嘅嗰種激光係個波長係短咗啦，但係亦都有牽涉到佢用咗一個叫 double layer 嘅技術，即係你 DVD 同 VCD 好得意嘅 ，DVD 係佢通常係有兩層，有上邊嗰層同下邊嗰層嘅。你個光照落去，佢究竟係由上面嗰層反射俾你，定由下面嗰層嘅反射俾你呢？如果我哋有一個好精確嘅技術嚟去掌握，我哋係度緊下面嗰層彈上嚟嘅信號，定係上面嗰層彈上嚟嘅信號呢？我哋基本上就可以呢，直接就係用一隻碟就可以有分上下兩層咁嚟讀。當然你諗可唔可以再加多幾層呢？咁你就要睇一個光嘅反應俾唔俾到你咁靈敏，可以抽取到唔同層數出嚟嘅信號。因為你加嘅層數越多，周圍出嚟嘅雜訊又越多，你要累清咗係邊一層，亦都越難啦。而家呢種咁嘅技術，中國運用嘅呢個技術咧，唔係中國發明嘅，係講緊美國喺1950年代已經有人提出呢種技術。到咧呢個即係發表咗出嚟之後咧，由1950年代到而家係呢幾十年間咧，一路都有唔同嘅國家係將呢種技術一路去推進上去，無論美國啊、荷蘭啊、日本啊，一路都有研究成果去發表。咁一路可以做到係以即係而家嚇好多，譬如美國你揾人去做到以 TB 計嘅，咁就係有呢個技術㗎啦。即係呢種叫做咧三維嘅光學儲存技術嚇。咁但係中國就再犀利啲，佢就唔係再講緊係儲存呢個 terabytes 咁樣嘅資訊啦，佢係講到去 PB petabytes 嚇，再比你多上百倍，甚至即係上十倍甚至百倍咁樣嘅高度。咁所以咧就值得喺呢度提一提呢個技術咯。咁乜嘢係三維光學嘅儲存？嗱，如果一隻光碟，你見佢可以攞嚟照鏡嘅，咁佢上面你啲嘢刻咗上去，同你以前聽唱片係同一樣嘢。個唱片就係一啲圓形嘅軌道，你個資訊就一路由一環內環去到外環咁擺出嚟。所以你隻碟個平面越大咧，就裝得越多嘢嘅。咁所以嗰啲係二維平面嘅儲存嚟嘅。咁你可以其實諗到好多種嘅，你嗰啲 cassette 帶啊、錄影帶就一條帶，一條帶就一維啦，借得前後啦。咁你擺喺隻碟上邊咪二維咯。但是现在呢，如果你想想我可以将碟还要分很多层的。除了碟那个碟面之外，你最是可以一层搭一层的时候呢，你就可以数埋它究竟我读第几楼、第几格、第几个单位。所以就变成一个三维的结构了，就好像我们起楼这样了。咁而呢一種咁樣嘅光碟技術咧，就係話咧，佢能夠運用到個光學原理去精確地去聚焦咗喺某一個流層嗰度，令我讀出某一個流層嘅資訊。而佢最犀利嘅地方就係話咧，佢嗱 VCD 一層 ，DVD 兩層 ，Blu-ray 都係兩層。呢一隻三維嘅透明碟技術咧，係百幾二百層。咁你可以成條數上去啦。佢用嘅嗰個光嗰個嘅波長，亦都係會更加短。然之後佢入邊嗰個聚焦能力，令到佢入邊嗰啲信號寫上去嗰啲一粒粒嗰啲嘢咧，更加細。比起先前 DVD 同埋Blu-ray 佢用嘅嗰個微粒嘅尺度咧，仲要細咗100倍。咁即係話咧，你每粒嘢細100倍，你預你可以擺多100倍資訊啦。然後佢再擺多100層。咁於是乎就係100×100，你當係多咗10000倍資訊可以擺喺度，就大約你就可以咁樣估得到。咁呢度亦都可以順帶解釋就係點解呢個要係透明嘅咧？以前嗰啲係要有好似照鏡嘅咧，以前嗰啲咧佢去鋪喺個平面上邊嘅資訊咧，你係需要射個光入去，然之後等佢喺嗰個由度嗰個反射。度嗰個反射信號嚟度翻，究竟嗰度究竟係光定係暗嘅？由個光同暗就係代表一同零呢啲信號，呢啲數碼嘅信號。咁所以咧，以往二維平面嘅讀同寫咧，你係要有層光嘅嘢喺度做反射，所以係一塊鏡咁嘅。而家呢一個咧唔需要嘅，上邊打咗個光落嚟，我喺下邊讀佢，我聚焦喺唔同流層，我將個焦點嚇嗰束光，我將佢聚焦，個焦點擺喺唔同高度、唔同流層嘅時候，我就讀緊唔同流層嘅資訊。因為我哋而家掌握嗰個聚焦能力比以前叻，咁所以我好精確到就係可以讀到就係話，究竟我係讀緊第99樓定係第48樓嗰個資訊。
然後就由下面即係去嗰度去接收翻度翻去。咁所以我哋反而係需要咧，就度一個嘅用一隻透明嘅碟，令到上面嘅打落嚟嘅激光信號可以經過咗嗰個信息嘅嗰個單位之後，再去俾我哋下面度到。咁所以好犀利啦！點解呢隻嘢要係即係要係透明嘅？同埋呢隻物料本身就 polycarbonate， 咁用呢一啲咁嘅儲存咧，其實就個好處就係咩咧？佢可以好襟擺嘅。我記得好耐之前嘅科學新知有提過嘅，即係如果 polycarbonate 用曬冇即係 inorganic 嗰啲冇機嘅材料咧，擺1000年係冇問題的。即係你而家求其你如果嗰啲 flash drive 咧擺十幾年嘅啦，就係咁短嘅啫。咁但係 flash drive 個好處咧，就係亦都係呢啲碟冇噶啦，就係佢能夠讀同寫可以好快。呢啲碟咧，你係擺喺個圓形嘅碟度咧，佢一定要轉住嚟讀，所以喺佢嗰個讀碟同埋寫嗰度咧，係一定有一個轉動部分。你有轉動部分咧，就有個反應時間就係會慢噶啦。咁但係我會認為咧，呢種技術一定有佢嘅價值嘅，就係佢可以將呢啲咁嘅長期儲存嘅嘢咧，就擺喺一個咁穩定嘅環境嗰度，即係所以如果你要將大量嘅 big data 去好用一個好慳位嘅地方做儲存咧，咁呢一個係一個好好嘅選擇嚟咯。咁但係我哋睇嗰個碟咧，好幼喎，佢咪代表話咁多層，佢係整到佢好薄，所以可以咁。係㗎，每一層係非常薄嘅。嗱，我呢度又講一堆嘅數字俾大家聽啊。你其實通常一般嗰啲 VCD、DVD 啊，甚至乎而家呢啲碟咧，係以毫米計咁薄嘅啫。可能是講薄的1毫米、2毫米是咁薄嘅啫，一隻碟就係嚇。咁但係而家咧，佢呢度都係講緊1毫米、2毫米咁薄，但係佢有好多層喎，即係你諗下每一層係幾薄先得喎。咁咧喺嗰個 VCD 同 DVD 咧，嗰啲入邊嘅一粒粒咧，嗰啲一粒粒其實都可以解係咩嚟嘅？佢一粒粒入邊嘅嘢咧就唔係 polycarbonate 嚟嘅，佢有另外一隻物料喺度。最本身攞嚟承載材料就係 polycarbonate 嚇，嗰啲聚合嘅嗰啲塑膠材料。但是中间就要夹下其他的一些无机的金属化合物材料，它是对光有反应的。譬如说你如果想去能够去写入一些资料，它就会对某一种波长的光有反应，那个位置掂到那只光就会凝结了变成另外一种形态，于是乎令到个反光能力是弱了，于是乎你再找另外一个光来去读它，看看它反射得多定少的时候，由个光和暗你就知道那里是零定或者是一。即是说呢，你先前去叫做烧碟的时候，那个烧碟是什么意思呢？你是找那只特定波长的激光，令到入面的某一种无机化合物去变了质，就是这样的意思。那些物质就是变了第二个質料嚟去停留喺嗰度，就唔係流失咗嘅。所以燒碟就唔好以為有啲嘢燒咗、攬咗就有啲嘢噴咗出嚟，就唔係咁嘅意思。佢係將某一啲原本係有一個性質嘅嘢，去俾加咗光落去，令到佢有個化學改變，於是乎流落嚟嘅烙印咧，就係我哋嘅資訊就喺裏邊啦。嚇！咁而家咧就好得意嘅。我頭先講嗰樣嘢，基本上就解釋咗嗰啲咩 VCD、DVD 佢哋嗰套咁嘅讀寫技術嘅啦。你烧入去要用一种特定波长的光来去烧它，然后你用另外一种波长的光来去读它，来去感应到它光和暗。那现在这一种这样三维的储存技术呢又不同一点，它读碟那一下 很特别的。它呢刚才我说了是需要找一束激光呢来去聚焦下去，那个激光呢去讀碟的時候咧，就會令到嗰一部分嗰種咁嘅無機嘅呢種化合物咧，就會吸咗少少光，再重新散發出熒光。我哋係揾束光嚟照落去，令到嗰個資訊點散發出個熒光，由嗰個散發出熒光嘅量嘅多同少，令到我知道嗰度係零定係一。件事就咁嘅，所以呢度亦都係另一個理由，點解我隻碟要係透明啦，要係周圍透光啊，就令到下邊都可以度到佢個熒光嘅信號。咁我哋咧好得意嘅，射落去嗰、那個我要去燒碟嘅時候用嘅係一種信號嘅光，去讀碟嘅時候咧又要用另外一種信號嘅光，然之後我要讀取咗佢出嚟另同一個信號，又要係對應咗第三種嘅光嘅波長嘅信號嚟去讀。點解要做到咁複雜呢？就係我哋希望咧，我哋唔好讀錯信號，即係我哋一個儀器就係讀咗一種信號，我燒落去嘅信號
同我讀嘅信號，同我真係發出嚟由個資訊俾出嚟嘅個信號係唔同光嘅時候咧，我就唔會有互相干擾嘅情況。亦都係透過呢一種咁嘅引入呢種機制咧，令到我哋能夠讀得更加精準，同埋啲嘢擺密啲都得，係啦。咁所以我會覺得即係呢種咁嘅技術咧，由1950年代構思出嚟係非常了不起嘅。但係就礙於嗰陣咧，嗰個其實最重要嘅棘住喺邊咧？你去讀取的時候能不能夠準確，同埋你找不找到啱嘅材料，係有可以滿足曬咁多種嘅化學同光學反應嗰度先至難。所以喺呢幾十年嚟咧，我哋係一路去尋找住一種啱嘅材料，係可以佢對於某種嘅光有反應，令到可以改變佢個化學形態，於是乎可以有成讀，可以有嗰個燒碟嘅功能。另外就是話佢能夠對於另外一種光有一種吸收，然之後再發放熒光的狀態，就令到佢有可以讀的功能。再另外就是可以令到重新洗走曬，可以 format， 可以 delete， 即係抹走的功能，幾個方面都要照顧曬咯。咁所以而家經歷咗咁多年，我哋揾到呢只物料本身咧就已經唔簡單。所以你問我咧最困難咧，就係你要揾一隻啱嘅物料，佢可以滿足曬咁多嘅條件。咁呢度係好多其他國家嘅人嘅努力係喺呢一度。咁中國今次我覺得留意一下一個領軍嘅人物，佢叫做顧敏教授嚇。咁佢係一個有澳洲國籍嘅華裔教授嚇。咁但係佢而家好多嘅研究項目就同呢個中國科學院嗰度就貢獻咗好多。咁顧敏教授咧，佢喺最近呢幾年嘅兩個研究入邊咧，就可以話幫中國將呢一種咁嘅三維嘅光學儲存技術就帶到去領先位置。佢能夠令到將入面嗰啲儲存資訊嘅嗰個微粒嘅大小，由嗰個叫做微米嘅角度降到去納米嘅角度。咁所以咧就係入面嗰個微粒係可以細好多，我哋都能夠讀得準，所以個資訊儲存量大大增多嚇。另外就係話佢對於佢排除嗰啲信號嘅干擾嗰度咧，亦都因為佢本身係從事光學研究嘅，咁所以佢能夠更加精準讀得到嗰個信號出嚟咧，嗰度咧亦都有佢嘅貢獻喺度。咁所以你話中國喺呢個技術入邊，亦都有佢自己嘅貢獻嗰部分喺度咯。但係你話如果成個世界能唔能夠即係係唔係話完全冇其他國家掌握到呢種技術就唔係嘅。咁而我會覺得喺未來嚟講，更加重要一樣嘢就係咩咧？能唔能夠將呢樣嘢商品化？而家咧就你見美國好多公司已經係着手研究緊點樣將呢樣嘢商品化。咁商品化最重要就係你可唔可以能夠做到一個成本好低嘅嗰隻碟，同埋入面做嘅嗰種無機嗰種咁嘅攞嚟讀寫嘅儲存資訊嗰種物料，亦都做到個生產成本好平同埋夠耐用。咁所以就係話而家最大嘅問題咧，就你話要提升佢嘅儲存量咧，你可以話中國有份幫手解決咗呢個問題啦。但係真係走去商品化嗰度咧，就仲有一段路要走咯。咁咪唔係話，如果嗰個即係波長越短咧，佢即係嗰個儲存量越高，咁咪要以後落去係追求嗰個越波長越短嘅一種嘅光線啊？你都可以咁講嘅，但係咧因為而家已經用到去藍光嘅技術啦，你再強啲嘅光去到紫光都仲可以，你去到紫外光就有個問題啦。紫外光是會令到那些化學材料變質的，是會打爛了其他一些你不想它破壞的那些物料的。所以在這裡就可以即你會有人繼續去做一些更加強勁的紫光或者紫外光的激光。你就如果你要用到紫外光的時候，你就多了一些技術問題了。你就可不可以再選取了一些物料是完全不怕紫外光來去照射都可以做到這個效果呢？咁呢個就暫時未知啦，所以喺而家領域嚟講，你見就比較都仲係用緊現有藍色光同甚至紫色光嘅技術嚟去盡量去將佢嗰個嘅資訊量去擺多啲。咁我哋呢節就結束，我哋下一節再翻嚟啊。神秘的嘢第一節，咁啊，2022神秘的嘢同大家見面啦。諗下今日會同大家講啲咩咧？就嗰一單咧喺飛機上面發生嘅古怪嘢啊！咁話說咧，喺幾個月之前咧，就一架美國嘅內陸機咧，突然間有個女人啊，就企咗起身出嚟咧，就大吵大鬧話要落機嘅。諗到底係發生啲咩事咧？咁呢個女人咧就話闖去隔離嗰個咧就唔係人類嚟噶，大家唔落機咧，咁成機人都會死噶啦。有好多網民喺度話咧，
就話其實個女人咧就其實可能係冇講大話嘅，就話坐喺個女人隔離一個咧係叫 shapeshifter 嘅嘢嘅。咁啊，幾圖你點睇啊？嗱，呢樣嘢咧其實都唔算係新噶啦。以前我哋向神秘的嘢都有提過嘅蛾獸，咩係蛾獸呢？蛾獸就係可以變成人形嘅神獸之一。咁點解今日咧神秘的嘢咧會講呢個題材呢？嗱，其實你諗下，如果啊 shapeshifter 係真嘅話，就會唔會啊我哋身邊嘅人咧，其實未必真係嗰個人嚟嘅咧，其實係 shapeshifter 去模擬翻嗰個樣嘅嗰個人咧。喂，咁換句説話嚟講咧，咁即係可能有一日啲觀眾喺度睇緊嘅咧，就並唔係啊我同阿幾圖喺度做節目，而有兩個人咧就扮緊我哋喺度做節目嘅喎。咁、但係如果係咁就好 Q 大鑊啊！咁有機會咧，啲人就真係咧追緊啲假嘅節目，就唔記得你就追我哋嘅節目啊嘛。咁關鍵係，如果啲觀眾睇完之後喺 YouTube 上面，佢哋訂翻個訂閱制，咁問題咪解決咗咯？嗱，冇錯啦。其實我同阿幾圖咧就真係冇夾過㗎啦。但係正正咧就係我想講嘅嘢啦。其實咧就有人扮佢哋兩個咧就唔緊要嘅。最緊要咧就用 YouTube 平台睇我哋節目嘅觀眾咧，就記得 subscribe 我哋嘅 channel。同埋鐘仔喺度咧就撳一下，咁我有新嘅節目咧就會有通知噶啦。咁啊好啦，今日神秘的嘢咧就係咁先，之後咧就有神秘之嘢啦。並唔係真係我同阿台長，唔係，我做台長，所以我係企圖啊嚟嗰次，sorry。